这家有冰淇淋，这家是什么？那里不关心，这个很好吃的。算了吧，我要去买蜜雪冰城的奶茶，我只喝蜜雪。欢迎黑子哥，没有喜茶奈雪，我都没有在这里看到喜，我都没有看。哎，我想骑这个车，这个车是怎么可以骑的呀？就是要租吧。我想租辆小摩托，然后我又单手开法拉利。我不想走路了，我想骑车耶。就在哪里扫码，就是要扫码吗？你的智商不允许什么呀？我的智商怎么就不允许？哇，这家的衣服好好看，我进去瞅一眼，没准还能买一套回去。天哪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我不行了，我感觉。哦，这件也好看，但是这太长了，就我的身高不允许。为什么就没有矮子能穿？都太长了，太长了，是我不配。欢迎唯一的旅游，看人家穿都好漂亮，他们穿都好好看呀，我太矮了。我居然还有红色的菠萝蜜，妈呀，居然还有红色的菠萝蜜，长知识了。等我明天，128元，好贵呀、啊！我刚刚在超市买才40块钱。哇，这个山竹也太漂亮了，等我，你们这山竹好贵呀、啊！哇、哦，58元一斤。在我们老挝才10块钱一斤，哇、哦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瑶瑶承认自己是矮子，我不是，我要去到处浪一浪。这里有泳衣耶，哇，这里的衣服也好看。算了吧，这个进口的，中国的真的是贵呀。中国的水果真的贵，这上面是什么？好漂亮的门！哇，他们是这样，这是按摩的，走去按摩。哇，这菠萝好丑呀、啊，这么小。SPA， 哇、哦，这是什么水果？没有见过，哇、哦，这个我也没看到过，这种也没有看到过。等回去的时候，没有看到过的水果。一样买一点，然后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面塞着拿回去。看这里38元一盒，这好贵，就刚在超市才15块钱呢，超市都比上外面贵的，外面便宜的吗？这也太可怕了。昨晚上你们中国的人可热情，我跟你们说，昨晚上我不是来这里逛嘛，然后我逛了，有个小姐就拦着我说，要不要来拍写真啊？我们家的写真可好看了，怎么？然后我说不用了，然后一直抓着我。就说哎，拍一个，我说不用了，然后就说拍一个嘛，就一直抓着我，都给我整不会了。往哪边走人才多一点？往哪边走人？哦，那边有个卖手机的。是从这边过去、啊，这没有红绿灯是可以直接过的，对吧？这也没有红灯啊。哎，这个没有红灯怎么过呀？能过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所以到底是可不可以过？烦死了！怎么没有灯啊？你们这里过吧，能过？那么多车来着。过，跟着他们过就是对了。哎，咱就到那家，那就缅甸精致翡翠店，就那家子，快去，就那家子，就这家子，一点都不怕，撞了疼呀，撞了碰瓷儿，等到了，还没有，来那个等到了，别买了，别买了，回家说去吧，不买就不买吧，哇塞。啊，这个车子好漂亮，我想骑这个车，
我们老挝为什么没有电动车呀？老挝要是有电动车的话就好看了，可惜老挝没有，太可惜了。什么憨包早一天都没走出告状，这里只是告状吗？这不就是四川版纳？哇 ，iPhone 十四才7000，老挝卖多少？你知道老挝卖20000。哎呀，你好，买一个充电宝。